三二一，我是晨光道牧师，我也是菲律宾的宣教士，今天来到瑞安街基督徒聚会。我很高兴，我相信神要在今年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我看到这个教会要结满各样丰盛的果子，每个人来到当中，不但要得着祝福，也要成为许多人的祝福。神要建造他的教会，他的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上帝爱你，祝福你，阿门。我是喜乐婆婆，这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拥抱你，他何等爱你，他在等你哦。等一下哦，五、四、三、二。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我是台北基督徒聚会所，我是田人，我在此跟向各位弟兄姐妹拜个新年快乐，耶稣爱你哦。大家好，我是吴台长。那刚刚呢，我们的恩馨这个勾搭的一姐呢已经下班了，那当然台长就利用这个机会客串一下。我们这个电视购物频道呢是开放给有宗教信仰的这些好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本台呢义务来帮你做一个30秒的好东西的广告，让我们的所有朋友呢透过我们的网络购物频道呢能够买的安心，用的放心。那我们第一档要推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手上拿了这一个所谓的手工精油肥皂，这是前天呢我们访问的一个杨姊妹啊，她所推广的一个用的你洗澡的时候呢，全身就可以不会有过敏的这一种现象产生哦。所以呢，这只是第一档的好东西。那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利用我们的频道去把你的好东西带来做广告哦。Thank you.